走在哪里啊，夸我最多的就是我的头发，都夸我的头发又多又长又黑，然后又很粗，发质很好，走在哪里很多人都要夸。但是我今天要做一个决定。什么决定？我要去把头发剪短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感觉就是很重，然后我的头支撑不住了，知道吧？然后我也没剪过短发，我想尝试一下，可不可以？好呀，那等你也先把头发给剪了，带你长发再及腰，我给你一个婚礼，可好？哎，先剪了再说，反正我就是这段时间非常想剪。好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好，走吧。你头发太重了，你前边这儿应该都是扯到了吧？对呀、啊，一点点是吧？因为太重了，我头发可能两斤。我剪完之后，我的体重就是两斤。想好没？想好了，想好了呀。我感觉我的头轻了两斤，太美了，哇，太美了！你头发长的时候，有一种温柔淑女的感觉，你现在呢，特别的清纯啊，就像一个年轻的宝妈的样子。哎，你真会说，宝妈的感觉啊，太美了，太美了，好轻松。